王者决斗必须娱乐，各位好，我是晚熊哥，晚熊哥的介绍排久啦。我们这个飙风决斗这个一直在持续进行，那我最近突然爱上了暗红恶魔龙，就是我们的杰克的王牌怪兽。对，那在这个暗红恶魔龙的系统里面，还跟这个飙风决斗其实是蛮搭配的。对，因为只要每同步一次，速度点数就会增加一点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可以利用同步暗红恶魔龙的过程中增加速度点数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牌吧。那暗红恶魔龙大家效果应该都蛮懂的，等级8，龙族同步效果怪兽。那他只要攻击对方表示的怪兽之后，可以破坏对手场上全部表侧表示的守备怪兽。那结束阶段的时候会炸掉这回合没有攻宣的牌，我方的啦。对，那一般来讲要怎么把它跳出来？一般来讲会先跳赤红升龙做跳板，再用赤红升龙做6+2，跟赤红公民者6+2再叫8。那如果有余力，再用8+2再往上叫炎魔龙、暗红恶魔、贝利亚尔这一只暗属性等级2，等级10，协调加协调以外的龙族同步暗属性怪兽。那第一个效果，释放我方场上的一只怪兽，以我方目的的一张暗红恶魔龙为对象，特殊召唤可以跳一只上来。那此卡给予对手战斗伤害时，从我方目的及牌组以守备表示各特殊召唤一只等级相同的协调，可以跳协调上来。对，好，那这牌还不错玩。对，那技能选用我们的恶魔王，可以增加暗红恶魔龙的攻击。那主要的打法就是利用赤红共鸣者是关键卡，那这一张风来王可以在墓地的时候，可以在下一个回合检索这个赤红共鸣者。对，那打法就是用2+4，然后4叫出6，然后这一支效果6跳到场上可以再跳2的上来，6+2就是8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用这个金灵兽石也可以当做一个挡，而且灵兽跳出来，灵兽也是6星的，那6+2也可以变成8，所以这个灵兽我觉得还算不错搭配。对，好，那个人觉得还不错啦。对，很久没有玩杰克的王的牌了，王的决斗必须娱乐，我们来看回放吧。好嘞，第一场打安提诺米。那其实这个飙风决斗出现了还蛮多这个科技鼠的牌组，遇到还蛮多场的。好，好，那对方这一场打的是光虫，来光虫先挑一个位元蜈蚣，那这个蜈蚣要赶快打死，因为他会从墓地带特殊召唤。来，对方开流光化，好，那他变成守备时，直接从牌组特殊召唤另外一只蜈蚣，然后他就直接被我无底线坑。好，然后他下这一只想要同步来，直接被我炸爆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发动墓地风来王，这个风来王检索的效果真的很强，直接跳赤红共鸣者，来用赤红共鸣者跳，这时候再下一个风来王，好同步，好抽二丢一，好直接跳赤红升龙。来，赤红升龙通常只是一个跳板，那赤红升龙跳到场上时，把共鸣者跳到场上之后再做6+2，好先加2100的血，好同步召唤。我的灵魂暗红恶魔龙，帅。好，那暗红恶魔龙的效果，来再搭配恶魔王攻击力变3800，它是打一只可以直接穿其他只。好，那他又把这个光虫跳回来。好，我后台有闪电爆裂，随时要准备发动。来，对手直接超量甲虫，来甲虫效果发动，好像会把我转手吧，我记得。好，直接超量。好，那我等他核心文白蝶出来之后，直接发动效果，黑森林屋丢掉，直接炸掉。来，对手直接双重力量。好，盖一张。哇，被打爆！盖暗红恶魔龙被虫打爆，哈，没关系，直接再同步抽二丢二。我们用这个游心的车真的太好用了。好，来直接赤红升龙，然后共鸣者跳上来6+2，8。
感谢八千二 three， 我的灵魂暗红恶魔龙。好，恶魔王直接3800打过去2000。好，又抽一。好，抽二丢二，来，非常好，抽到灵兽石。好，来打过去，直接获胜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场，王者决斗必须娱乐。好来，这场打右线。我要继续玩这牌，他们还他妈的好玩。好来，对手盖一。好来，那这时候我就先跳赤红共鸣者，然后赤红共鸣者跳赤红共鸣者，然后赤红共鸣者之后再跳这个风来王，直接6+2。来，赤红升龙，来，赤红升龙效果发动，从墓地再特殊召唤一只上来。好，再同调一次。好，我的灵魂暗空恶魔龙，王者娱乐，王者决斗必须娱乐。干，杰克这个角色我也蛮喜欢的。好，直接火焰吞地大，火焰吞没大地，直接2+8，直接等级10，炎魔龙 ，three， 好来直接干，哇，对方是白龙，击败。好，你看我这样速度点数累积的非常快，来直接把墓地的赤红共鸣者拉过来，来抽二丢二。好，那这时候我把赤红共鸣者吃掉，直接从牌，直接从墓地特殊召唤一张暗红恶魔龙，疯狂跳，好好玩呐、啊！来4500，干，结果对方竟然会带紫龙，杀小，这到底是杀小？好，来直接被我碾。好，对手直接抽2张牌，好，直接被我无敌。来控制器拉过去，干，这边发生了我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事，然后他用这只打我，结果他给我伤害，然后就发动他的炎魔龙的第二个效果，可以特跳这个协调下来，干，直接傻眼哎，直接从牌组跳哎。好来，不过没关系，下炎了这个王来吃掉特招，来一样抽二丢二。好，打过去，先用暗红恶魔龙打，用暗红恶魔龙打可以炸这个守备表示的怪兽，全部炸掉。three， 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场。好嘞，这一场打安提诺米，一样是应该是科技鼠吧？其实我也蛮想玩科技鼠的，觉得妈的加速同步有个帅。好，盖一丢一，盖2张，好来一个宇宙旋风旋掉，哇，天谴，好，下4，然后再跳另外一只，直接赤红升龙，好来赤红升龙效果发动，从墓地跳，来6+2，直接8，我的灵魂暗红恶魔龙。哇靠，是守墓，不过没关系，他特招到草上的时候一样被我炸爆全家，直接炸爆 three。好，发动墓地风来王的效果，来从牌组拉一张赤红共鸣者，来再来抽二丢二，好来下，来6+2。来赤红升龙，来跳上来，来先加血，好，我直接8+2同步召唤，谁干真他妈好玩，炎魔龙暗红恶魔，
没有动画真的是有点可惜。好，来再把二红恶魔龙跳上来，好爽。好，来直接4500不马虎，来炸爆你全家，你跳一样没用。再守备啊，下去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场。好嘞，这场一样打安提诺米。好，这个狗屎洗手。好嘞，没关系，盖一张因果，一张无敌。那这张丢到墓地，下回合就可以捡来用。哇靠，这个打卫星骑士。好嘞，对方直接超量大醉猪，我直接盖起来。好，盖一张后台来，我直接雨炫。好，抽到赤红共鸣者。好，来4+2，来同调，同步召唤赤红升龙，来再跳回来，来6+2，准备暗红恶魔龙。我的灵魂暗红恶魔龙，好，我没有打，因为我怕打了他那送到墓地，他又可以用卫星骑士拉上来。我干，被炸爆鸡巴烦呢、欸，那如果有抗性就好了，可惜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抽二丢二。好嘞，先拉上来，来抽二丢二，看超衰。好嘞，天津四，看一直抽。好，抽二丢二，好，宇宙旋风旋走，好来2+4，来同调，来一样赤红升龙，来6+2，来我们顺便检索，但是这边会错过赤红共鸣者的效果，所以是没有办法加血的。好，我们打左边，哇干，有奶罩，好了，他要叠了，哎，没叠，也没叠，好来加速加200，故意加200，然后这时候。我用灵兽屎去撞，直接特殊召唤一只火狮。好，那这时候再用暗红恶魔龙去撞，直接清两只。好，火狮撞，碎，来超量重生。好，我直接炸爆它。好，又抽干。虽然我也一直在抽，来对方跳河谷二。好，织女星，来特招下来，他应该会跳那个 R3 三只，结果他竟然是跳这一只，想要炸我全场，门都没有，直接硬切，碎。好，抽二丢二，干狂抽哎、欸，这根本是疯狂抽插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场。好，这场起手干全部都是陷阱杀小，来对方打的是白龙。好了，宇宙旋风直接旋爆后台，就对方一个正统血统，还是得出去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这个因果，然后盖一张无敌，然后盖一个维应达，来打过来，来发动效果，来直接跳一只穿臀。好来，我不客气了，6+2。
见证王真正的原因，同步召唤。超帅！干，这四条龙里面，真的这条真他妈超帅。好，来发动，抽二丢二，来恶魔王直接加800打过去，干，直接出去。好，来他对手直接抽一击败。好，来跳白龙，哦是亚是白鳞龙。既然不是跳牌组的，既然是跳手牌的，有必要吗？好，那我再一次，准备2+4，来再做一次给你看，我怕你没学会。来，我跳回来，再做一次6+2，来一样，我的灵魂暗红恶魔龙，好，恶魔王加攻，来抽二丢二，我敢冤眼白龙。哇操！好了，你敢来我就我，你敢打我就敢来。好了，阴切。哦，哇，我又抽二丢二了。好了，同调，直接叫等级10。炎魔龙，暗红恶魔，太魂啦！好，来，哇，太古白石，传说白石。好，我还有一张闪电爆裂，不要紧张。哦，这场也打太刺激了吧！哇，要融合了，要融合了！究竟是你的双爆裂龙屌，还是我的炎魔龙屌？然后他等一下又要抽一了。好，我直接炸爆他。好，抽到怪兽 ，yes。好，来发动效果，来直接。吃掉特招上来，好，好，那这时候恶魔王加攻来打过去，直接结束，直接加到满，棒，太魂啦！这牌也太好玩了吧？对，这个杰克的这个暗红恶魔龙很帅，然后搭配这个技能，这个游心这台车是非常不错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玩玩看。对，一起王的决斗必须娱乐。我们今天也没到这了，我准备来去洗澡了，累死了。